在中国的川藏线上有句俗话，北有九寨黄龙，南有稻城亚丁，北有川九路，南有李亚路。这个李亚路说的就是中国最高国道干线李亚公路，号称地球上的火星景观。乘车在李亚公路，随处可见白塔、雪山、莲花等具有浓郁藏族风情的浮雕图案和藏族建筑。李亚公路的最高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兔儿山，山间几乎寸草不生，全是石头。这地方海拔4696米，李亚公路是318国道上最有特色的一段。